当然就要跟忙啊！有讲的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终于整理了那个老半天，终于把我房间整理干净了。然后首先去这边，就一些东西，然后玩具，这边就是柜子，然后这边有很多花片，因为花片全部都是撒在一起的，还有跟那一桶数学教具也是撒在一起的，还有跟这一桶也是撒在一起的。那时候我整理这一桶就花了我的一小时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些摆装饰的东西，这是名片，对吧？然后这边就我的玩具、玩意，但都没在，但都没在玩。然后这边是一些玩意，这边就是安全帽，然后我的床。然后也是我上次拍飞的那个观看次数看很高的，所以我会再录更多的爵士鼓影片哦。我这边我在找我还有一个旧书包，差不多是这样吧。这边还有一个我自己拼了老半天的拼图，那时候我还有拍，现在已经把它完成了，看到在挂在哪里。好，那我今天的右上圈就到这里结束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详细什么那些所见所，那现在讲简单的有东西介绍，有兴趣来订阅我的专辑，有第一手影片资讯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这边是我以前拍片的地方啊，那时候幸好只多了一个爵士鼓而已啦。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下。